你怎么了？被绑架了？小姐，是小姐。不，你也没有他有钱呀，他绑你干什么？你先帮我解开呗。嗯。哎，姑爷，姑爷，嗯，这事儿能帮我吗？我怎么帮你？我根本就打不过他。你看，咱俩说正事儿呢，你严肃点。 你只要让小姐回家就行。嗯，他要回家，为什么？嗯，老爷其实一直不喜欢你，更何况你现在失忆了，然后你还跟那些莫名其妙的女子扯淡，他就更生气了，所以就让他回家。他怎么知道我的事呢？嗯，我说的。原来你是个内奸。 哎呀，现在我是不是内奸不重要，但是姑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了小姐吧。不是，我怎么放他呀？他走不走根本就不是我决定的。你跟那个骆小溪，你一直往他那边努力不就完事儿了？嗯，我怎么努力？再说，你们小姐，她也不能干。再说了，你们老爷凭什么就讨厌我？ 据说我不也是个青年才俊吗？是，姑爷，哎不，不是姑爷，正正，你确实是个青年才俊，但是你总得分跟谁比吧？你知道我们小姐的追求者都什么样吗？顶多就是个公司高管什么的呗。公司高管？你可太错了！我追求我们小姐的那个，你想，比尔盖茨的大孙子啊。 给我们家小姐装过几回系统，装完了之后就迷上我们小姐了，天天追着她要给她电脑升级呢。那我也会修个电脑，升级个系统什么的。那有什么用啊？人家那个贝多芬的大孙子啊，给我们家小姐调过钢琴之后，天天追着她要给她当私教，要给她写歌。达芬奇的大孙子，给我们家小姐画过一个画像，画完之后天天给她送鸡蛋，这能比得了吗？泰森的大孙子。 把他们仨都打跑了，然后就要给我家小姐当保镖，你能行吗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你跟骆小溪在一块是最好的结果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话，小姐也会有个好的归宿，老爷也开心了，你就不用天天去我们家装孙子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别死，你先给我解开呀！哎，孙子，孙子，你给我解，爷爷。 爷爷，你给我解开呀，爷爷！孙子，哎，孙子，孙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孙子。 孙子不等着你个大孙子！再骂一句，爷爷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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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。 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人还没来，你先收起来。来来来，欢！雨荨，你都知道了？嗯。那太好了，赶快去收拾收拾。没事没事，什么都不用收了，飞船什么都有，咱们走吧。齐墨，咱们去哪儿？当然是回 Z 行星啊！这样，你见了我爸，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，说不定他就不生你气了，咱俩还能在一起。 完了完了完了，整整要跟他走了，怎么办？交给我。哎，可是，你爸一直都不喜欢我，我去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是，你不能早点说吗？啊，下回早点说啊。我想。 要不咱们私奔吧？这宇宙那么大，咱们找一个行星，他找不到我们的。不是你累啥小子呢你啊？
为啥搅和呢？是不是？可咱们也不能躲一辈子呀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不是怎么的，累完傻小子，累傻小子他爹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最后一次啊，改不了了啊，我已经累了，改不了。让人家好好等你，别动了。你们这吵架的。其实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们还是可以先离开这里，以后有问题，咱们再想办法。齐墨，你应该听你爸爸的。回去吧。你真的觉得我要回去？你应该回去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